老师刚才一直在出谋划策。可怜的何老师已被铁道飞虎四人抬至门口，快乐家族无奈力量悬殊，完全处于劣势。商量好说，我们四个飞虎队得先把快乐家族先推出去。你临门踹我一脚，这个叛徒！我早就怀疑你了。我告诉你，王子涛，我不相信你了。大哥，等一下，我们先听听看王凯的身份。如果王凯是普通飞虎，下一个大家竭尽全力把王子涛搞出去。对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何必呢？请导演宣布王凯身份。我冤枉。王凯，我是平民，无事卧底，游戏继续。敌人多多的普通飞虎王凯惨遭淘汰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，我不是卧底，格杀无论，不管你是不是，兄弟们，我一箭之仇。你听我说，我不是故意把你推出去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哎，我刚刚其实真的是我没站好，然后我不小心推着凯哥了。子涛，你确定是不小心的吗？冠军方位摄像机可是要记录下来喽。我真不是故意的。看到你这样，看你刚才腿都踢那么远了。没有，反正真不是我，大哥你相信我。刚才一点没看出。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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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来主持公道，你觉得这一轮我们的？